谜秘方。好亲近的，很想做一件事，就是把昨天昨天等一等，你来做的是在让他干的那本性做的那对食材的专注力的东西，那都你也懂，你也干嘛的你的所有的料理，对不对？不一起的话，哎呦，那个合适，对啊。所以讲，讲起来吧，安排就应该装小干，就是让你天快平时干，不该你来搞，你当做不是很高，对啊。但讲是一种东西的高，对啊。
安尼有甲创作东西。昨天，昨天等于讲对了，讲对莫，你每头莫做在，唔是讲你本来是每头是安样啥，好，但你是创新，因为的确是原来大家有些东西写的，不过最主要这些东西总结起来，是讲家的滴滴老人做一下变化，所以它会变得比较特别的版。好，例如说你讲了，好像你也雕刻圣经，你知道这个媳妇特别版。哎呀哈！哎，家里因为找小偷的，因为哎，他家人上啊，在面试到家肯采当冇错啊，冇时间买长杆，哦，长杆上当或者用啲到皮哈，你就哦，只有这个时候限定。他家人就讲嘅，人家时诶时间啦，大家时间系，所以你先该买时间，因为台湾太好了，一年四季全雪到你的东西，唔好，因为个该当时些东西当好些，哎，所以你按变来讲，你就讲哎呦，你有些小变化，小小。该老客人那些人的盛情，就阿弟将时间来转去帮忙送子，让妈妈用做。好，好得到。系啊系啊。哇，那转眼先好浪，那以前干嘛的？考你到曼联哦，课本是一家，所以有很多食材，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整合在一起。那当然了，因为在它本身是这个客家人的一个关系，所以我建议他做一些限量版的东西，也就是老店的风味还在。对，但是除了老店风味还在的话，因为客家人很在乎的是食材，时节的一个食材。那每个季节性，我们挑一两样东西的话，只有特定的一个限定，用限定的一个方式的话，让客人老客人每到一个时间点的话，就会想到说，哎，我可以来试，我知道这边有一个限定的东西，我来吃这一样。哦，对，这不错。季节性它会有在改变，但是80%的老味道是不变的，因为这个东西是他们的招牌，经典招牌，所以是这样子。对，但是偶尔要加入了妈妈的一个特色在这边。嗯，好哦。然后再加上因为是客家，它是台湾客家，因为是桃园平镇那边来的，对，所以在这种情形的话，那故事会更多。他每次在讲东西的故事，可以有本来本店的故事，再加上他的。是，然后研发出新的。第一天是客家人，所以可以去找专门客家的那种，就是小农自己在做的，像竹东的一个传统市场，全台湾四大传统市场之一。然后你可以去现场，就可以闻到那个气息，那个自然的酸味的味，啊，那个东西，然后拿到这一边来，如果你简单加的话，你不要一下加，你可以跟客新时代去做结合。像你们年轻人知道，你年轻不管是百搭，或者是年轻人要的味道，又是差在哪边？表示说我有一个原本的味道，但是当我加了一样东西，跟他加了另外一个新的时代，然后就想知道新的味道。对，那这样的话，你的东西就有传承。是颠覆，你颠覆人家的味道，人家就是要来吃你的老招牌，就是我记忆中的味道。但是你如果再给我一些有一些印象深刻或是细节的，他就会觉得哇，好有趣哇！现在这个时间点到了，这个时间点它是什么东西大出？我记得去年的这个时间点，我曾经有吃到有一套配菜是很特别的，因为它只有这个时间点有，所以这段时间就在卖这个，就只有这一个月或两个月。那下一个时间点是什么？因为春夏秋冬的东西，那像这个时间点是我们南部客家庄肉堆的那个巧遇，不是那个萝卜，就可以来尝试看看说那个萝卜可以煮出些什么东西。你要看这个是什么时间点，还是对的，就是在你那个时辰。那个萝卜啊，你是放那个鲜奶当中鱼头。如果你做了，因为我看到你有做你的小菜里面，其实是有做一些那种传统传世的好菜的，对。那如果你觉得那个做的好吃，对不对？你就做，但是你也是讲说，这种东西它就是限量的，先到先吃，先卖，卖完就不用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些东西它就是会变成这样，人就是我真是吃饱，我下次就一定要吃吃看。然后再你在做宣传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说，怎么又是在讲同样的东西？没有，我又多了一个。那这一次为什么要做这个？因为这个其实有点不知道的，所以我去找了云林那边的白萝卜啊，这个萝卜怎么做？因为加那个鲜奶的醋进去，它就好像故事很好吃。对啊，那个我试过，因为它那个萝卜品种真的不一样。那套餐就不拉，是因为让客人点餐方便，我们做餐也方便。我想说，那这样子可能会好一些。对，我会建议就是说，因为你们这边的是以川菜为一个基准，对不对？我会建议就是说，因为川菜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状况还是发酵，因为台湾的发酵的香气是不够的，所以如果你们
你们是有办法可以大量进口那个成都或是四川那边的打磨的话，但是质感要好一点。然后你们自己炼花椒油，那花椒油的话，等于是说它也是一个变成一个点心的方式。像这碗面上来了以后，对不对？我拌完以后，我吃得到麻酱香，我吃得到担担面的一个口味。可是我会觉得说，那个层次很容易会盖掉你本来拌好的东西。那在这种情形，我如果我想要，因为我的印象里面，四川就应该怎么样？四川就应该有麻辣的感觉。那我又怕糖的可能吃不惯，没关系，我变成额外一家的，可以给你。因为店那个油很贵，我不能随便乱加。我就是跟你讲说，我都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这个面，它这个要整个气息、香气、热气一来的时候，花椒气息一来，尾尖带那个舌尖带点点的微微的花香，还是哇，这么好喝。对，我觉得你可以尝试。有啦，这个我给我花椒有，这个简单了。对，而且花椒，因为我自己每年都会请人从成都市场。传统市场里面去那种小王那边去买那种他们自己晒的花椒，我就自己在家里面炼花椒油，然后炼了花椒油以后，很简单做拌面，超好吃。但是我当然每家每家自己的特色，我自己有一个客家的味道在里面，所以等于是我们家年夜饭。我们家以前吃水饺，那吃完年夜饭以后，然后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玩排骨茶，然后最后。就要吃我做的凉拌面，变成过年的一个，因为它那个味道你外面吃不到，特色，对，就再加一点，我有讲是客家的味道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说可以尝试看看，因为台湾的太多餐菜感的，那个麻有些，其实我不蛮，没有，现在是说我插个话，不好意思，早期台湾是因为说它花椒进来，种类太少，对。那现在因为已经方便，所以像我们的所有你看到的，就是像我练红油这些食材，我是专程去找那种，就是每一包每一包的那种，就是他们厂商是制药检验的，他们现在这样子，他们已经能，就是量体可能就是没有那么足，但是是已经可以拿得到好的花椒。所以我那时候去拿了他们那个，我用我自己的分享一下。像我是用两种花椒去混合比例，然后去炼花椒。对啊，我也试过另外一种，他用花椒，还有另外一种青椒，然后那个青色的也是藤椒的一种，然后他们去混出来，其实还蛮不错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已经有特色了，再点睛一些小东西的话，就会让你的东西会更有味道。然后回到底还是。大家会期待，就是说，它那种味道一定要在，不能不变，要变得跑掉的东西，对，然后新的也一定要加回来，但是在旁边，等到它成熟起来，说不定它就会变成下一个招牌菜，这样子的那样才会有代表。对啊，这样很好。对啊，因为花椒油这个对我来说，所以你再坚持。因为花椒油，我自己是有也是会做啦，只是像冬天吃芹菜，对不对？像我们会拌小菜芹，我就把叶子留下，因为冬天的叶子是啊，把冬天的叶子烫一烫，我就会自己拌一下醋溜，加点花椒油，加点就好吃。是啊，对啊，也就是说，你看刚刚讲的是说，你就是知道季节什么东西要做些什么，那这样的话就会不会一成不变。然后客人也会偶尔会有一些新的尝试，就觉得哎，我来吃的，可是我主体还是吃这些，可是我的有新的菜色，然后对厨师来讲负担不会那么大，但是对你来讲一个好玩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个是，这样是比较能可以去朝这个部分去调整，我觉得你人力在可以控制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东西就可以让你说，其实就是变换季节变换口味，但是以限定来说，是的。不追量，卖完就算了。应该是要这样，因为你先把口碑做出来。对、啊。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就是日本或者是美国或者是欧洲很多厂，就是他就是卖100碗、100份，那么就没有，因为他强调的是食材，那食材是不可能无限制，食材不可能天天涨价，所以他一定要控制。那你可不要卖，不要把我的口碑，因为每一个客人进来不是只是吃好吃，让他留下来一次。他回去了，这边是小店，因为是小店，这样子才能做得到。
而且人家调剂的，嗯，告诉你，你要去永康街啊，哎呀，还是要跟主街去吃，那些都是人家外地来开的店，不意思，人家真正在店就是拐个弯，就到这边了，而且里面装潢的这么好，让人家觉得说小店的特色温度在，但是现代感还要还存在。那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人家就觉得一进进去干干净净，网红打卡。你有呈现，还有我们家的朋友是挺难的，找他吃的。有啊，他如果怕，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可以跟客人讲，但是有些客人也要注意，他就是不喜欢这样餐厅啊，送货，所以我觉得你要稍微做一下考虑。简单讲一下，我也是从那边就测试。是比例来说，他其实比我这个老板，他新起之秀，他比我还好。他会，因为真的比我可爱。所以你看，日本有很多猫站、狗站什么的。对。但是我会建议的是，比如说，他就是在二楼走动，不要在一楼，因为在一楼你厨房站那里，很多人还是会认为就是有狗站跟我要吃的东西在一起。那如果到了二楼，让他在这边，那客人让他就是，哎，只有二楼限定，你选，就是如果你对于动物有兴趣的，哎，我就有点够，然后在这边，然后也讲为什么，你就很直接讲，因为这样子有些客人他就选择来这，而且对食物管理来讲的话，二楼没有碰到，所以这样的话，人就很有用心在处理这件事情。那这样子对狗的友善者的朋友，宠物友善。放心来，你也会先啊，可以跟狗狗拍照，或是干嘛，我都帮你做宣传。对，但是你不要混在一起。那有像我很多朋友，其实他们对于食物跟动物放在一起，他们其实是越是懂吃的人，越是觉得不行。那一定会有这种状况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日常还是亚洲人的环境，所以我们建议说你可以，但是因为你有二楼，你就放一楼。我最开始想从门口进来，去选那个展示室，对，来想把它位置设定在哪。可以考量一下，记得就是一楼比较，尽量不要太靠近厨房。对对对，因为我那个它有一个圈圈环，在旧店我还没拆除，我们要把它放在那个礼品区，给它在那边进进出出，客人就不会影响。反正你就是记得它有个距离的隔，去留下。不是因为这样的话，有时候我会把它放出去吗？不会跑不回来吗？等一下我们再把它。那第二件事情是，除了在做的时间点以外，你们会有休息的时间吗？中场，只有中场的时间。对，那我就会建议说，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在自己这边吃，你就会变成那个中场的时间。你就到外面附近，你觉得哪些东西不错吃的，你去吃，因为你去西餐中餐不可以，你就去吃以后，你会带回来一些改变。就像我刚刚在讲，我是吃遍了世界各地的东西，我才会知道说原来是这样。那我回来现在推客家文化的时候，发现到客家的菜有好多的特色。我前一阵子去那个金陵农场，我才很讶异说那边有很多的原来的。那因为我对云南菜很有兴趣，那我吃了很多的滇菜，然后他们做的一个云南白菜，可是他一上来我就吓了一跳，那是一条鱼，它上面铺的是我们客家的酸菜，然后去蒸的里面，在最后再撒什么呢？那个炒的那个花椒，你知道吗？整放上去，然后你在吃的时候你就很讶异，因为那个酸菜去综合了那个辣度跟咸。然后它的鲜度会提升，然后它明明是河鲜，可是呢，它透过手法让它的土腥味流失掉，然后你就吃上去就好好吃。然后我一直在跟那个厨师讲怎么做怎么做这样。那这一点我就发现到说，就是我刚才讲，你去找一些跟，因为它是叫做百鱼人跟云南人，爸爸是云南人，妈妈是百鱼人，他们叫做云南百鱼菜，可是都已经退到台湾来。就跟台湾的菜在一起搭，就找到了，对，找到了酸菜这个东西，在云南他们也吃酸菜，他们也在做，所以哇，好像原来就怎么讲？因为
南投那边很多客家人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跟土地有关系。那我说你怎么想？他现在就交给他们的年轻，他女儿在管，他女儿是在澳洲念饭店管理的，他就把那个观念把他带回来后，他把那个菜色摆盘好吃，可是摆盘不漂亮，就不好看。以前人是小狗短袜的，现在人要视觉美感，要像人那么成熟。但是你看到哇，会不会很贵？也不会耶，那都是要泰国这边的，他就把东西弄得好，很有人情味，但是吃出来的感觉哇，那个碗稍微变一下，东西变一下啊，那个色彩搭一下去，好漂亮，又拍又好看。欢迎你们拍照，每个人都拍啊。对，但是提醒你一下哦，赶快拍哦，因为面会会糊掉哦。对，稍微提醒他们一下，他们就哦，你好贴心哦。这是小技巧。我之前在外面都会讲。对，就会变，你不能只是你啊，你要训练到你所有的送餐出去的人都要讲这一句话。对，那甚至你看他们会不会拍，如果你们喜欢，像我认识一个比利时的厨师在曼谷，他很厉害，就是他每次菜做出来自己先手机拍，他用手机来测试拍，拍出来效果怎么样，所以他效果知道以后，对，客人来的时候，对不对，他还会跟叫他们说，那你要怎么拍效果会比较好，可以说哇，原来他这样拍，对他们来讲就是很好，他自己就在他的 IG 上面一直放一些菜的东西，所以你开始说哇，这个东西好特色，他说他闲着是闲着，所以你要抓你的时间，这是一半一半，对，那另外一半就你觉得哪一半是越来越长大的，另外一半要稍微去减少，不是说不行，稍微去减少，他有一个时间性阶段性，对啊，像我侄女，因为他做法餐，可是他对酒很有兴趣，他去考试就是又被他考到了，所以他开了两，他餐厅开了两年，生意非常好。那他现在就跟他哥讲说，他说因为他哥是调酒的，他就他哥调酒的，然后他就说，那这样子好了，我的梦想达到，开一家餐厅，生意做好了，达到了，可以走下一步。那不要去眷恋那个，他不像你们有这个就七十年的这个很好的招牌，他的好处就是一直变。所以他就两年结束，他就换呢、啊。我就跟我哥两个，他就决定下一步可能要跟他哥两个结合，做一个以酒为主、餐为辅。现在是以餐为辅主轴，你看他就会有在改变。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这样。所以我才很直接问你，是自愿还是不是？不要，如果你到不自愿到不舒服，做出来的菜我不吃，就知道。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，你都已经在这边，我就要把它去做好。那当我有我的时间的时候，不要妈妈不要来帮我去外面做我的吃我的西餐活动，但是我回来该把菜给我放着。我觉得这是很不错，这个兴趣的，不要觉得这种菜是要把它当做是你的事业在做。没关系啊，哎，好来，挥挥手，来来来来来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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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